被制面机夹伤的男子自行行上救护车，制面机的机面留有血迹。现场是长沙环永隆街一号地下一间粉面店。礼拜六下午两点几，面店一个男职员在用制面机的时候夹伤左手三只手指被困。消防接报到场，用工具撬开制面机为事主解困，他三只手指流血受伤。店铺女负责人协助调查，警方调查紧事故成因。